你坐在那里干嘛？我不坐这里，我坐哪里啊？应该坐我身上。我发现你今天好奇怪呀、啊。嗯，太奇怪。怪可爱的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你的白马王子。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我受到了惊吓。我感觉我有点心大。押不押韵？押韵。嗯，你要知道我的 freestyle 是张口就来，因为我看见你就像表白啊、嗯，你长得真的漂亮啊、嗯，我的样子非常倔强，虽然说我长得有点丑，但是我真的有时候是个舔狗。那你长得有点丑，我今天拿来一个东西，有点抖，跟你长得好像啊。为什么？嗯，跟我长得好像。哇，胖胖的，胖哥哥的，服了。哇，你今天拿来的东西跟我长得好像，因为我长得很胖。嗯、好吧，好吧，我承认有点像他啊。但这块料子是不错啊，这个色用的很好，是不是、啊嗯？你不可否认的这个东西。但是、啊、你怎么能拿我跟他做比喻呢？你再这样，我不爱你了。哼，多好啊，多有福气啊，这个。我觉得你嫁给我才有福气，有没有机会啊？我到底。没有吧，没戒指，有戒指我想给你求婚啊。没有人喜欢我，没有人喜欢你，追我，那我喜欢你，那我追你好不好？以后每个节假日我都送你一个玫瑰。啊，送翡翠不送玫瑰。哎呀，翡翠我们家一大堆呢。你想要什么？就想让你多买点货。这样吧，不说了，这个我不喜欢，我长得像他我不喜欢，你塞进去吧，我不收了今天、啊、你为什么不喜欢、啊、我不喜欢这个很好，我就想跟你聊聊天。那你今天不说过了、啊、那我过来干嘛？这是个陷阱。我今天故意把你引过来就是想告诉你个事情，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我更爱你的男人了。你嫁给我吧好不好？考虑考虑。 No， 我们还是好好看翡翠吧，真的算了，不玩了。哎呦我的妈。